弥陀佛，那三口红钟终于响了。徒儿们，又有外面的老爷们过来了，给我带新宝贝了。我看不见样貌，但我能闻到那股骚味儿。莫非圣银？你回来了！定是你把那袈裟藏起来了，快还给我！
袈裟，怎么得有他这一件？不，光之，光芒，那袈裟我不要了，你们别杀我！